好，我是懒猫啊。崩坏三呢，最近呢，终于改这一个 7.0 的这一个版本了。那这一个版本呢，终于迎来了我们在崩三里面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对舰长示爱的女武神，也就是我们的老婆月下，她来了啊。那我们一样先来看这一个宣传 PV。私と一曲踊ってくれる？ここで。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好，那我觉得一样，我们现在都是流行这一个先讲结论。崩坏三 7.0 这一个版本呢，是一个福利的版本，它的福利之多多到了，它甚至出了一个影片要来跟大家讲有多少福利。来，我们来看看 7.0 全新的造型啊，不变星毛是送的，然后刺身银翼则是这一个累计消费的，自选登录就送 S 级角色，啊，主线41章节。如果你是一直有在持续登录的，也有10连抽。回锅的玩家可以领炎之律者或大丫丫。那还有些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老婆，我们的月下，她来了，她是这一个唯一一个官配的老婆。7年长跑的感情，在剧情里面呢，你甚至可以拥抱她。再来呢，有一个新的武器，不是食物，不是食物，就是一个砖头，没错，就是一个砖头。啊，四肢律者呢，用自身全能打造出来的这个神兵利器，它很特别的是，它不是食物啊，但它可以拿这一个砖头去砸人家的头。如果你拿这个砖头去给这个世宝带，然后开大绝的话，它真的会拿它去砸人家的头。当然呢，我们这一个刚刚的大月下呢，也没有讲到，就它还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武器，那一样可以超限跟它的这一个啊。三个梦境里面的这一个圣痕。另外呢，小活动也来了，这一次呢叫做渐渐的牧场奇谈，种田啊钓鱼在这边都可以去做游玩。你看，我们看到这边可以挖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这个撒个种子啊，我们就可以用水壶去帮它浇水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小活动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 7.0 的这个内容。我们这么福利的这个版本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试玩体验啊，我们当然要去体验一下这一个非凡态度啊。我先来看这一个刺身银翼的造型，我先跑步一下。女武神最重要的就是体力嘛，先跑步一下，很忙。来看一下熊熊对这个，准备好了吗？要跟上节拍啊！没有不灭星毛的测试耶，好可惜哦，不然可以看一下不灭星毛。不灭星毛的那个也很夸张，我只能说就是一个字，大。但我记得我应该找到影片，你们等我一下。你看他这个不灭星毛啊，他可以脱掉这个外套，真的很极限，一般人受不了他这么大的运动量吗？我不是很确定，但我相信一般人会很喜欢他这么大的运动量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个版本真的超级多人，就是为了要抽这个老婆。而我们的月下誓约与爱以心的这一个老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她的表现如何。她呀，是炼巨人，这角色带的是炼巨啊，
现在十字架没有八个功能可是不能说的。普通攻击当然就是用我们的电锯给他狂砍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哦呦哦呦，这个大刀很大，我说伤害很大。我们来看看他的结束画面。工作完成了，牵着你的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了。他说他跟我眨眼睛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来看看哦，他可以组伤害队也可以组辅助队，来试试看，看一下这是打深渊的。全满的。这个剧是真的痛，因为它是 AOE 耶。見届けなさい。私の決意を。重装備、永久配置、コンプレートリープリペアーの星が砕け散る様を見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？星が光る様。奇跡開大。熱血開砍。一样就是 QTE 下来后直接打一套。754万，直接巨穿。有诶，这个在打深渊里面是真的很强。好，看完他的这一个句子以后呢，应该要来开抽了，对吧？不是食物一定要拿到，这三个圣遗物也是一定要拿到，它是那个物理的新圣遗物。好，我们目标就是各一件，来，圣痕啦，不是圣遗物，好，圣遗物，不是食物，来了，一发就中，伯里克利夏 ，OK， 已经两个了。我有两个了，我现在可以左右开弓开闸了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伯里克利中，只缺一个上了。哦，我有第三个了，我现在锁龙了，我嘴巴也咬一块。我第四个了，我现在右脚趾、左脚趾，我各拿一块。我五个地方拿着了，我左手、右手、右脚、左脚，再配嘴巴。我武器大师，劝你不要不是食物，我跟你讲，伯里克里上，哇，好像很强哎，50抽，整套带走。好啦，我们该来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了吧？出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看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。